写的书再背诵一遍。孟子曰：“乐民之乐者，民以乐其乐；忧民之忧者，民以忧。”忧忧，哎呀，民以忧其忧。哎呀，如此闷热。懂得些，殿下，大家让我上邙山打猎吧。不仅皇上恩准，你怎能擅自出宫打猎？好大家，我求求你了，来，就让我换上绸衫，会凉爽些。不、嗯，我不换。殿下，皇上早已颁旨一副，你身为太子，却总想背着皇上做人典范。来，哼，你不说父皇怎么知道？我就算你们整日逼我穿汉衣读汉书说汉话。殿下，哼，母大人说得对，拖跋步行我即可得天下，斗什么知乎者也。殿下，先背负陛下息怒，陛下都怪民女，方才我看这件绸衫还不合身，就让太子暂换旧服，待盖好了再让他换上。殿下把刚才所背诵的再书写一遍。哎哎，方清，你面带倦色，是不是刻度过于劳累？不是刻度辛苦，而是陛下，还是让我回临下去吧。怎么，你又想返回临下了？名门之后，福中王，世人们为你把手施展，自从你
来是毒，是邻对我朝一伙皆是然，你对太子心心善又不从，教训的地主原理义不当犯，陪朕当县察学院，为主变革多天德，奉旨听朕安子爹堂前。放弃陛下，前往少林寺的御驾已备好了。放弃，朕要驾往少林寺去了。不慌，少林寺在哪？在嵩山少室山下丛林之中，是朕他为天竺高僧巴托兴建的一座新寺院。不慌，二师要陪你一块儿去。哎，你要和大家在东宫专心读书。命你送送陛下。方清啊，甘心等待朕回转，在他面前搬弄是非。哎，
仙来和我暗结太子范平的仇。幸福一回风雷动，这句横说范长卿。见过太子。胡傻，你怎么才来呀？太子被杀，非儿戏，时机成熟，太可惜。这么说，胡大人都安排就绪了。嗯，咱们快走。
如此深好，
曹妃作罪求我请行楼王平城留，穆老爷阴谋为败露，皇上调他来做宫后，他如今收买老看守，怎应救太子安玉仇？他举把铜钱来换来银子，恁要报？殿下呀！
先请，明日太极殿罗成庆殿筹办就绪包，一切筹办就绪、哦、好、那好啊，明日庆殿上朕还要颁发一旨，选妃50岁以上的重臣上朝就不要强求身着汉服，百姓中的老者更不要勉为其难呐、啊！陛下如此宽宏，天下更会嘉额一气。可是，仍有心怀叵测者，唯恐天下不乱呐、啊！有何变故？陛下，有朕不怒。在明日太极殿罗成庆殿上发难呐、啊！何人阴谋发难？开国侯穆泰和几位贵胄，他们暗中策反进兵，准备明日借助废太子杀伤太极殿，弑君篡位。穆泰。穆泰虽犯变革，却扑捉少温，岂会阴谋弑君篡位？陛下，穆泰一位臣曾遭陛下听风之法，心怀怨恨，今日竟然上门策反。
母太竟敢上门策反。是啊，他很出世为太子，从狱中烧出的一封清白密诏，太和变革为祖训，道行逆施，伤忠心。人变法重现之太极殿上出昏君，陛下陛下陛下保重，帝银幕前天霹雳，心神叹，臣母犯儿一事。我江湖装满卷，陛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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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天都一府，上应天命，下得民心呐、啊！陛下万万保重龙体呀、啊！天行健，天行健。君子以自强，不信臣子当军法道。百战不悔，臣在立即去擒那谋反者，一定打入天牢遵旨。李中书，臣在速去督察钦点事宜，不能出半点纰漏。遵旨。陛下，陛下，为太子年轻，受人蛊惑。恳求陛下能予从宽。
是陛下，太子才15岁呀、啊！休再多言。心儿啊！
之皇帝永生恭护神机。何人让你胤禛赴黄泉？将他整死，犯的是同样的罪，岂能饶恕？孙儿啊，千万别！Oh.
有守贞就做守公。心儿该留，该真杀。心痛又如千川，羞啊！公在禅斗，仙在情，可怪为什么不给儿一丝怜悯？玉环柔，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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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引领人相拥着托跋神国，请你父皇之性命吧。不不，儿臣岂敢，儿臣岂敢。抬起头来，你真的不敢吗？儿臣服罪以来，深感辜负父皇养育之恩，道不一声啊。小小年纪阴阳两面，这是什么？啊，不，那就儿臣一时几分之词不可当真。一切都准备好了，还说什么一时几分？请罪求饶吧！啊，真敬陛下，子不道，糊涂不识字，你真乃残。
内乱冲气，血流成河，岂不更惨绝人意？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！太子密诈，是罪臣为大，要斩首，要擒杀，悉听尊便之旨。恳求陛下，严臣当年救驾之功，你放过太子吧！大人，父子不同道，何必再求饶？
来世千万莫要投胎于帝王之家，殿下。陛下，允罪臣为太子陪葬吧。你可记得，朕曾赐你一道免死诏书吗？罪臣虚心的汉人先贤有言，与朋友交言而有信，去吧，去你该去的地方。贪官堂堂先卑不才，竟靠一句寒人之语老宣戏托把脸做脸做啊，我无颜面对你的呐。臣中一瞧，今早太极殿登基大典，如期举行。皇上有旨，立即举行太极殿登基大典。
天下罪。龙门是苦，百事垂呀，鲜卑花香的香蕉贵，远处大太